上海京城第五代体外冲击剥碎时机换水方法。第一步，提起不锈钢扶手。第二步，打开碎石机的后侧板。第三步，取一接水工具，将放水管放入接水工具内，打开放水阀，直至无水流出。第四步，安排水键，待水囊内水排完后，在电子杯下放调焦水槽，卸下水囊，打开循环水开关，待无水流出关闭。第五步，将净水泵排气阀软管放入接水工具内，打开净水泵排气阀，按净水键排水，直到无水排出。第六步，打开碎石机上盖，打开水箱盖，卸下滤水帽，清洁。第七步，用抹布清洁水箱内壁，同时吸干水箱内雨水，装上滤水帽。第八步，关闭放水阀，注入少量蒸馏水或纯净水，待净水排气管内有水流出，关闭净水排气阀。第九步，将水箱注满蒸馏水或净水，按净水键待电子杯内有水流出后关闭。如较长时间无水流出，可同时打开净水排气阀，待流出的水中无气泡后关闭。按净水键试水。第十步，打开循环水开关，待电子杯内有水流出后关闭。第11步，套上水囊，注意平整，装上水囊扣，待完全入电子杯凹槽内后，用专用工具拧紧水囊扣。第12步，安净水键，给水囊净水，安排器件排气，多次重复，
同时拍打水囊，直到水囊内再无气泡。第十三步，将排水管擦拭干净后放入碎石机内。第十四步，插上后侧板，盖上水箱盖，盖上碎石机上盖，装上不锈钢围栏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如有问题，请与我们联系。